据中国时报的独家报道，孙道存和小他32岁的新婚妻子吴亦萍在闪电结婚之后，两个人好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过上周却有民众呢是目击到了孙道存带着吴亦萍到石牌的高尔夫球练习场来练球，还有民众拍下两个人十指紧扣、穿着轻便服装在东区百货公司逛街的照片。孙道存为了让吴亦萍能够早点加入上流社会，上个星期被人看见带着娇妻到高尔夫球场来找教练教他打球。柜台人员说，孙太太和报纸登的照片一样，长得很漂亮，两个人也像一般的新婚夫妻的模样，相当甜蜜的样子。